网上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谣言，你以为是真的？文姐是我的嫂子。快回去吧，我要休息。晚安。放下我吧，放下我吧。我在这听你想说的，你的尖酸与刻薄，你的翅膀和枷锁。你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。这有什么不可理喻的，值得你口如悬河。大家晚上好。有什么不能可心情，这没什么，过来这么多人。蝴蝶自然不敢又坠落，但你不觉得人没好的说着这个对的那个错。我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好，我会放下。我觉得你想的太直了。为了破真的不算是我要好。既然这样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视频星光大赏，欢迎吴亦凡、汪卓成、陈情少年，欢迎一博。2019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偶像王一博。恭喜王一博！恭喜一博！我要感谢你，如果没有他，就没有现在的你。